为南、为北、为山水，讲东、讲西、讲上记，欢迎收看《高山有智慧》。高山有智慧，刚刚老师没有过来跟观众团结的完了。冰，呜，小哥你来了。哦，原来是在大溪的豆干小姐。哎，她是身材像豆干的小姐吗？啊，不是啊，我还刚面试记到嘞，她是住在大溪的卖豆干的豆干小姐。哦，住在大溪卖豆干的豆干小姐，要问的你是饲囝，饲是饲猪的饲哦，囝是猪仔囝的囝哦。老师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吃饱受用的张祝英，祝英，祝英，祝英的，什么猪仔囝，卖乱讲的，迄骂到人嘞。哦，我无想猪哦。来来来，讲到这个囝吼，其实囡仔囝这三字本底是同义字。啊，尾啊演变了，这个囡仔就是小孩子，这个啊就是这个鱼尾助词，不是讲石头甲石头啊，就较细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过来这个囝吼，啊，有人讲这个啊吼，应该用这个儿子的儿来代替，比如说小小羊儿要回家，小小羊啊羊啊，但是吼，这个儿那是做这个子的意思吼，啊，那囝字变做囝，安尼都唔对啊。排分辨，虽然教育部嘛是赶快维持用这个字做啊意思吼，来饲囝必须甲切落去。来，饲是十三月，囝是六月，十三加六月是十九，十九加大历一就是一三八，是二五。一三八加大历一就是二五七，饲囝跨新妇。老师，好来，饲囝是二五。吃囝看新妇啦吼，这个吃就是迄个啊去吃的吃哦，啊就吃吃的意思啊。这个新妇啊奇怪啊，这个夫是妇人人的夫，啊那念作新妇呢？因为拗音哦，新妇新妇哦啊，咱这个啊这叫啥物？老师，我们举一反三。是啦，啊咱这现老学台语吼，咱用这个字夫。来，阿个出题，阿哦，来来，你来。老师，虎三科。我唔是虎三科啦，我无咧无遐好命给你看诶，我是迄个泌尿科。哦。我拢看泌尿科。我想讲老师，你常常去啊？无啦，我是陪我母去诶，做产检啦。哦，产检哦。产检，啊，你不能。无啦。那是呼，不是呼。哦，呼。那是拗音变的呼。哦，呼。还是呼。哦。嘿嘿嘿。哦，天妇罗。哦，天妇罗，这是日语的译音啦，吼，国语的天妇啦，天妇啦，天妇啦，那就天妇罗啦。天妇罗，这是用台语的翻译日本音的啦。哦，安尼嘛算准算啦，吼。好来，啊，这个饲囝是义务，哎呀，饲囝是义务，吃囝看新妇，到底什么意思？用讲的不傻傻，咱大家做伙来看 VCR。哎、欸，爱珍，足久无看，啊，你最近好无？最近袂歹啊，一个人自由自在。啊，想讲你较早少年足早落去，啊，恁翁很早就走了吼，啊，你一个人养两个囡仔，很辛苦嘞。啊，过程足辛苦的，啊，不过好佳哉吼，两个囡仔拢真轻松嘞。哦，真的哦，哎，啊，拢出社会啊嘛吼。嗯，出社会啊。啊，拢出社会啊。是啊。哦，啊，头路好无？一个吼，伫台北个进出口咧上班，一个伫屏东个营造公司做主管啊。哦，真的哦。哎，啊，你哪会无爱去你个大呢？有啦，大汉囝吼叫我去台北大，细汉囝叫我去屏东大，我真嘛足烦嘞，唔知。哦，这好着，伊那小姐要抢老母，大做伙，不是啦，不是你误会啊啦。安那，谁来误会？是大汉囝吼，伊伫屏东，啊，因某吼讲屏东吼，遐生活机能无好，叫我去台北住。细汉囝伊住伫台北，因某讲啊，台北吼遐空气无好啦，讲叫我去屏东住啦。哦，原来哦，原来就是拢新妇你掌握。你不听人讲。饲囝是义务，食囝就爱看新妇啦。唉，无紧啦，爱珍，但无人甲你照顾，也够我。安尼咁好。哦，人讲饲囝无论分，饲爸母就算长啊。即、這个爸母咧饲囝时，无咧论分讲偌济食偌济，但是即囝儿吼咧饲爸母时，一顿一顿算斤斤计较。
安尼是唔对的。咱做人的事实，都爱友好父母，因为有一天你嘛会老呢。吼、哦，安尼听有无？吼、哦，有、哦啊。是是是。大善孝为先。哦，对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对，安尼讲了袂歹，吼、哦，啊，该说个遮，有啥问题要问的无？啊，老师有住在大溪的豆干小姐妹们，老师，哎、欸，老师，你感觉老豆干比较好吃，还是嫩豆腐比较好吃？哦，那这个问到人啊，那我是美食专家，老豆干是愈薄会愈香啊，但是我个人呢、啊，最喜欢吃豆腐啦，越嫩的我越喜欢吃啦。啊？做生有地位，咱下回继续看落去。